创世电视十周年纪念。在过去十年里面，上帝大大使用这个机构，祝福了很多很多的家庭。我们愿意上帝继续使用，以致这个机构能够广传福音，将每一个的家庭都带到他主自己的角度里面。也都愿意大家多些的支持，以致可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